来了。见过母瑞先生。起来，起来。哈哈哈哈，娘子，我道你是个君子人，怎样的戏弄人家不答应？何况是个大将军。算不清啊，在家里我的奢华你不听，母亲已经得了病，生死惶惶苦难言，病死要紧从人分，故而你女娃只管待我家，我常与你算文小姐到此与何关的地线来送书信，这封书信何人下，那无罪的妹妹应得应，那莫是陪人无趣无踪影，托与那夫子的情，此时我也想托你大封信，不知你小姐肯不肯？你把书信交与我，我替你送与谁信分？我不是苦心，只可惜。这个看信你要大方些，不可舍与那旁人听，舍我的口，舍你的心，答应了去送
你不知我想你，你不见我与你奢望，你不回答我与你奢的前世非敷衍，啊也没